其實我細細個開始睇生命啦，就係每一個人咧，即係為咗自己嘅生活而活嘅，身邊嘅人唔係咁緊要嘅。但係今日嘅佢就願意搬入社區關心人群。有陣時候我會停留喺個 lobby 度啊，同啲人傾下偈啊。過時過節咧，我哋就會去派糖俾人哋啊。我要 train 自己係愛我個鄰舍咯。陳偉雄喺多倫多嘅故事，請留意嚟緊呢一輯國粵語雙聲道嘅恩語之聲。